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ty 梁子佩啊。在11月12号星期日，云彩行动和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仔郊野公园相见乐园举行云上有色彩爱心慈善步行2023，为云彩行动兴建越南和印尼云彩家园筹募经费。欢迎爸爸妈妈带埋小朋友一起嚟完成3公里的慈善步行，有得玩之余，仲可以帮到山区的小朋友，仲唔快啲报名？到时见啦！